上帝赐过呢个天命啊。可能我哋都问过啊，点咁得意咧？点解圣诞之后，又有啲咁样嘅天命咧？如果你话主圣婴孩咁有关噶啦，系嘛？你话三万王朝啊有关系噶啦，咁点解要无端端施德王啊？耶稣诞生之后又佢嘅天命王啊？啊，其实好啱嘅，好啱嘅，因为咧，殉道者咧就系、是。他们的生日、我们庆祝殉道者是他们天堂时候的生日、即是耶稣生日之后我们做圣先王的生日都很难的，是吧？而且呢天日又是什么圣约王之名、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圣人、他自己都很大，他说是耶稣特别爱的一个徒弟来的、这两个之名呢放在刚刚圣诞之后、真的很有意思我睇到呢度咧啊，啲花有紅色嘅玫瑰花，有白色嘅花，係嘛？紅色嘅就代表殉道者啦，白色嘅就係好似聖約王啦，所以耶穌好中意紅色嘅白色嘅有啲信徒咧為佢犧牲自己嘅性命，有啲信徒咧一世咧都信咗佢道理做忠信徒弟。聖先一望係第一位殉道者。傳說咧，佢喺同保羅咧係同樣咧，跟嗰啲法利賽人啊學咗好多嘢嘅。佢好聰明嘅，喺法利賽人咧，真係對佢哋好有希望嘅徒弟。咁點知咧，耶穌嚟咗，咁先話聽咗巴多羅係五旬節嗰日講嘅道理咧，佢就覺得哇，原來咧。先知所講嘅嘢咧，而家實現咗咯喎！呢、這個死與復活嘅耶穌先係弥赛亚，咁所以佢開始咧宣講耶穌嘅道理。嗰陣時保羅仲未悔改啫喎，佢仲喺南非嘅喎，咁佢比較後生啲咧，咁所以嗰啲人好反對呢個使徒王，因為咧使徒王講大家都信耶穌，咁嗰啲又唔係啊，我哋嘅道理先啱喎，咁唔夠佢嘅口才啊，咁佢哋好拉去殺死佢。咁咧，聖保羅嗰陣時候生嗰陣咧，佢係照法律咧，佢冇資格去釘石嘅，你成年人啊先可以釘石去殺死呢個使徒。咁所以佢哋啲人咧，釘咗條啲衫就制嗰度，佢幫佢哋看住啲衫，佢都有份嘅，有佢贊成嘅，佢雖然年齡咧，未俾佢資格，所以天主好奇妙啱啱喺嗰啲法律上之中揾咗一啲佢嘅徒弟，咁啊使徒王的醒目呢中途大事了刻意將他描寫到跟耶穌的醒目差不多一樣，是吧？他都說我將我的靈魂托付你的天主，好像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還有我今天教會特別要我們注意我，他臨死之前說幾乎跟耶穌有事，耶穌說父啊，呼恕他們那些釘死的那些人，他們不知做什麼咁啊，使徒王都話主啊，唔好繼續念不住啦呢個係天主嘅愛德，天主教所有嘅人就算難為佢嘅人、反對佢嘅人，天主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回頭改過。我今日每張主平書都打張字卡，咁啊冇字啊，點解咧？有好多嘢講都唔知寫幾多咁啊，我長篇嘅唔好特別我講啲乜嘢啊？有記者都可以寫噶，我唔怕。講嘅嘢咧，講我哋個人嘅話，今日咧真係好擔心。啱啱今日咧，個人開始一個叫做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係咁我哋知道，我哋國內嘅教會咧，係咁多年咧喺。無神的政府手下咧，就受很多苦啦，係嘛？咁喺呢個程序裏面咧，好可惜都有啲人咧，就為咗唔同嘅理由咧，都接受咗呢個政府嘅控制啦。我哋有時叫佢定向教會，係嘛？但我唔係難測我諗咧，好少人好似我咁樣有機會。
知道究竟國內地上教會是怎樣的、因為我89年到96年、是大陸很多的修女裏面的教師教了7年，每年就6個月在香港，6個月在大陸，他就說住在那裡我看得很清楚，他們對我很是的，因為我香港去幫那些教師嘛，但是呢對那些主教一啲都冇尊敬噶，唔当佢系人噶，真系掹住个鼻哥行噶，好可怜噶。啊，呢个就系我哋国内嘅教会。咁喺呢个天主教代表大会里边咧，啲主教当然喺度啦，但系仲有好多神父啊、修女教友王啊，佢话民主嘅王啊，所以主教唔算乜嘢。咁佢更加唔好話，同教宗話，佢根本中國教宗唔存在嘅。所以呢、今日佢哋開始開嘅呢個會議咧，真係好前途嘅，即係好明顯嘅一個結界嚟嘅喎。咁你就話陳書記你咁亂講嘢，教宗都冇叫佢結界喎。係啊，我哋問過教宗點解唔叫佢結界啊？以前嘅教呢、這個教宗我問過佢啊，佢咁話係啊，雖然係實質上結界，但係咧。好多是被逼的嘛，不是他們甘心情願，所以不要讓他們教了、幾十年、開始的時候、即刻說要追你下樓，有些人說不行，我們天主教普世教會教宗是我們的領導，即刻坐牢又可以，其他那些留在聖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慘了，那些已經坐監的那些安樂啊，那些紅衛兵在監獄裡面不能行的，外面那些慘，所以聽政府說那些、主教神父教有兩妻人、比紅衛兵很多的人，最初呢又是去監獄又去紅衛兵，哇挺重心的、那麼那十年呢教會呢完全不變了、我不知道即是為什麼他們74年呢、文化大革命都未完，就已經開咗啲門啦！我都翻去探親啦，哇，都好驚啊！聖堂冇曬嘅啦，完全啊，有啲就咁封實曬，有啲咧做咗工廠，有啲做咗倉房啊。文化大革命之後，70年代尾啊，嗰啲坐監嗰啲咧都漸漸都放出嚟啦啊！咁嗰陣時初初。50年代被監獄嗰啲人，而家有冇理由話跟政府啦，跟唔會啦，我都受咗苦咯，堅持落去咯，至少保持我嘅信仰。其他嗰啲咧，政府叫佢哋翻返聖堂啦，開翻啲聖堂俾你啦。咁而家咧，你哋翻去啦，哦，好多聖堂有啲靚過我哋啦，係嘛，都去唱歌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咁好咧？那些主教仲係要聽佢哋話嘅喎，今日就開呢個叫做大會。呢個當然有好多大嘅變化，係咪？鄧小平要開放政策我都得益啦我幾年可以去大陸教書，都因為有新嘅政策嘛佢哋俾我自由教書喎。好開心啊！嗰陣時啲生命滿曬人噶，都係100個、120個好開心啊！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差過嗰陣時喎。而家好多生命唔避開嘅，而家升轉少咗好多咯。最近政府嗰啲宗教政策講咩？喂，管得更加嚴啲啊！唔使講嗰啲浙江嗰度拆咁多十字架啦，係咪？仲有主教，老年院嘅主教喺監獄裏邊喎，仲有神父隨時俾你哋拉去嘅喎，所以咧，我哋好擔心今日我哋喺呢度香港咧，真係要珍惜我哋仲有宗教嘅自由大陸咧就係冇嘅嗰啲真正要保住性就要喺地下冒險咁當然，佢哋地下教育多，都係地下嘅啫。有時佢都唔肯出嚟嘅。